湘菜之名传天下，常德为何惹人夸？人生在世，唯有美食不可辜负。好的美食不单单满足饥肠辘辘的身体，必要情况下还能使人身心愉悦，倍感充实。山川将中华大地分割成不同区域，也造就了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湖南向来以辣不怕而闻名，湘菜更是荣登八大菜系榜单。湘菜之美味在于恰到好处的辛辣咸香，一顿饭下来酣畅淋漓，回味无穷。而谁才是湘菜之中的扛把子，多年来各地美食特色争论不休，呼声最高的莫过于两湖交界地带的城市常德。常德的粉盖世无双，湖南人的一天不是在嗦粉，就是在嗦粉的路上。一年四季的独特饮食习惯让他们对粉有着极其苛刻的讲究，不论是用料不当还是口感变化，都会破坏嗦粉顾客的心情。能在这般挑剔下稳如泰山的，也就只有常德米粉。常德米粉的来头可不小啊，小小的米粉背后竟隐藏着百年历史。相传400多年前，地方志就已经出现米粉的身影，不过当时百姓担心南方湿热，为了方便储存大米，不得已将其磨成浆，晒干后做成粉条状，久而久之变成了常德的特色美食。常德米粉的制作工序相当严苛，从用料开始就有了深刻体现，必须选用早稻米提前在水中浸泡一周，再用特制器皿打磨、过滤、蒸熟，最终放入冷水浸泡后捞出储存。也正因这般工匠精神，让常德米粉制作技艺被列入非遗保护名单，在粉界算是风光了一把。毕竟能得此殊荣的同行十分罕见。街边小店的米粉通常分为米粉、米面两种，前者为饱满的圆形，后者则更接近于面条的形状。根据不同食客的喜好，常常会摆放10多种配料，譬如肉丝、红油、酸辣，甚至鳝鱼等等。与店家熟识的老顾客无需多言，找一处僻静的角落来上一碗米粉，一粉一口汤，浑身被暖流所包围，那叫一个舒心畅快。在米粉的基础上，金氏牛肉粉应运而生。同普通米粉最大的区别在于汤头。金氏牛肉粉的调料一般采用山楂、栀子等熬制，起到健脾开胃特殊功效。最后在面上铺一层厚实的牛肉，一碗润滑可口、酸辣美味的牛肉粉就此诞生。常德的火锅不输川渝。都说天下火锅分南北两派，喜好麻辣必须到川渝品尝，喜好清汤涮肉不容错过老北京铜火锅。但很少有人知道，常德人也有自己的宝藏火锅，其名为波子菜。其实啊，三者同出一脉，早在数千年的遗址中就已经发现古人学会了用这种波子炖煮食物的迹象。作为年代久远的湖南美食，波子菜也演变出了不同的风味。一种名为清炖，讲究保留食材的鲜甜口味，不外加过多的佐料；一种名为馄饨，重在香辣醇厚，红彤彤的一看就让人食欲大增；最后一种叫做垮炖，特点为浓油赤酱，香嫩软烂。根据当代百姓日益增长的饮食需求，波子菜也不拘泥于传统形式，研发出了各具特色的食材。譬如将猪脚放入波子中提前炖煮，富含胶原蛋白的汤汁无比鲜美；亦或是将带着鱼子的黄鱼一同炖煮，鲜嫩的鱼子在口中炸裂开来，构成了美妙的交响鱼。不同于常见的火锅店那么高大上，波子菜馆在湖南遍布大街小巷，相当接地气，食材也都是亲民价格。若是碰上隆冬时节，叫上3、5好友来到波子菜馆，倒入荤素食材，斟满美酒，这或许就是常德人冬天的浪漫。常德人的下午茶相当雅致。现代化社会，年轻群体间开始流行起喝下午茶的习惯，意在缓解疲惫。殊不知常德已经领先了他们一个版本，将下午茶刻在了 DNA 中。在常德街头，随处可见各种茶摊，桌面上摆满密密麻麻高达20余种的点心配料。不同于西方的红茶，常德下午茶的核心在于擂茶，这是将茶叶充分捣碎后加入花生、芝麻、桂圆等冲泡的各种茶饮，极大程度释放茶叶内的香味。根据个人喜好，可以嘱咐店家做成清水或是糊状，后者较为粘稠，口味有种酸奶的风味。桃花源记的原型便出自于常德这块宝地，也带火了特产桃源红茶。桃源红茶不同于常见的茶叶，以叶片大、质地柔软为特色，其中富含多酚氧化酶，味道要比擂茶更加清新甘甜，也是茶摊上一道经典茶水。单靠一杯茶还不足以消磨愉快的时光，小小的茶摊犹如饭馆一般，各式美食应有尽有，上到辛辣刺激的香味吃食，下到甘美无比的水果茶点，满满一桌看着就让人欣喜。吃罢下午茶，还可以到附近的河边散步，惬意的一天就这样度过。常德向来不缺硬菜。
作为湖南大家庭的一份子，常德餐桌上怎能少得了辣味十足的硬菜？剁椒鱼头绝对是最有排面的一道菜。单看那盘子里红彤彤的剁椒，就已经让人口水四溢。要想保证剁椒鱼头足够鲜美，辣椒的调味相当重要，也是决定一道菜成败的关键。湖南名扬全国的一道硬菜红烧肉，也是常德人逢年过节必备的美食，但每一步骤都颇为讲究。猪肉要选取肥瘦相间、分为三馅的肉类，这样能保证口感丰富、肥而不腻。制作红烧肉时，常德人往往不需要加一滴水，用美酒炖煮猪肉，佐以冰糖、酱油，出锅后红烧肉晶莹剔透，如同玉雕一般才算合格。在老饕们眼中的常德还有甲鱼之乡的美誉，因其饲养的汉寿甲鱼细嫩鲜美，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和补品。当地人处理甲鱼会加入秘制的酸笋、葱姜以及黄酒，用小火慢慢炖煮甲鱼肉，直到软烂。肥美的裙边是养颜补血的最好材料。与省会长沙车水马龙的繁华之境相比，地处西北的常德更多几分恬静惬意，慢下来的节奏才能够让人潜下心，细致品味每一道美食。或许正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遐想的那样，常德就是当代的桃花源。